大家好，我是风雨，很开心在线上第一次用声音跟大家分享近期的活动。影片现在正在播放的是我女儿正在做的马卡龙，还有我们不只会马卡龙，我们还真的会泡咖啡哦，不是只是在线上说说而已的。今天风雨特别要来为大家分享一本最新的有声书，叫《金言俊语》。以下是多佳姐传来的一则讯息，这本书是一位老姐妹五六十年前前往香港的时候买的精装本，老人家多年来书不离手，作为随时的灵修日引。几年前去香港的时候，希望买一些送人，可是已经绝版。他自费请出版社再印成小册。我们一群人去他家的时候，他送我们每人一本，并感叹可惜没有英文版给年轻人看。我自告奋勇翻译书中西方名言谚语，我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务求找到原文，可惜有些字中都未找到。风雨特别借着全球福音咖啡联盟的频道，郑重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影片，是 Amy 她为大家在 Patterson Park 所录制的家门口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活动影片，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忘了提醒各位，下礼拜二九月十五号晚上，美东时间七点半，我们有一个秋香纪录片的分享会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的雅芳牧师，还有马来西亚的秋香师母，跟我们一起座谈哦，不要忘了。